题频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陈莹，很高兴今天和孔令文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2013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的第21轮，是由西安曲江队的崔哲翰九段对阵广州广日队的童雨林四段。令文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孔令文，欢迎大家收看天元围棋频道。现在呢，围甲联赛呢已经快接近尾声了，不知道令文老师对我们中国的围甲联赛了解多吗？我在网上经常观看而且因为现在就是除了今天这一轮就只剩下最后一轮，所以夺冠和这个保级都应该很紧张，应该白热化吧，竞争的都是啊，就是正如您所说嘛，其实夺冠啊，因为重庆银行队呢领先贵州百灵队4分，所以我觉得夺冠可能悬念不是那么大，但是呢保级之战呢确实特别引人注目。对，现在有三支队伍，今天我们现在介绍的西安曲江队呢是排名第十一，是积25分。另外呢还有两支队伍，辽宁菊花岛队和苏泊尔杭州队，同样是积26分，排名第9和第10。其实理论上来讲呢，这三支队伍啊都有降级的危险，所以今天呢西安曲江队对阵广州广日队呢，这也是所有比赛中的重头戏之一。对，的确成军队可能拿冠军的概率现在应该是最大，但是那个保级下面的就是大家都不想往下掉嘛，所以这个肯定应该只差一分的话，的确今天的结果很重要，应该对每个队来说。对啊，所以今天呢西安曲江队仍然派出的是崔哲翰担当主将，广州广日队呢其实已经是提前可以说是降级了，但是虽然提前降级啊，但是在围甲联赛的这个旅程中，大家应该还是不会轻易的放弃每一盘棋。肯定不会那咱们开始摆一下吧。好，看一下这盘棋主将之战。其实现在这个童雨林四段我跟他接触的很少，不过在杭州棋院的时候看见过他下棋，的确也觉得这个孩子实力很强。现在中国这真的年轻棋手，像崔哲翰这样的韩国的一等的高手吧，也应该有充沛的这种怎么说呢，跟他们有就是五五开的这种对抗力。虽然说是一盘学习，或者是怎么讲，就会这盘棋可能所以他们保级已经是广东是没有意义了，但是肯定会好好的下完这盘棋的。是啊，而且呢我想他又对上了崔哲翰这样的高手，肯定会这种机会也非常少啊对啊，肯定会拼了的啊然后白棋挂角，其实这个布局已经因为白棋第马上就把这个手脚了，所以这个布局已经比较罕见，就是在实战的这种在世界比赛的这种例子里面应该说没有出现过吧，就这种想法，就是一个比较新一点的一个开局。好，搬这个，搬这个。原来的定式都是顶完了再虎的，但现在这个定式几乎已经很少了。是觉得黑棋的速度太慢了吗？所以黑棋不愿意？有可能吧，是这个。当然，其实以后也有可能，这个还有可能在流行吧。现在这个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局部上一般都是搬在下面，然后长这个。是不是这个搬一个的下法，其实本身黑棋对实控方面也会更好一点，这样搬了再爬。对，其实原来就是顶和搬是都有的。这双方，但是现在稍微改的一点，就是在白棋搬的时候，原来都是断在这里，然后白棋长，然后再立，这是一个原来的一个基本定式吧。但是作为现代的讲法来讲呢，这个地方可能以后白棋的借用会很多，就是这些黑棋现在追求的就不断这个，现在单立这个是比较流行的一个想法。对，就这个形状呢就是让白棋来选择，白棋可以选择粘，也可以选择长。对，假如长的话呢，黑棋其实断角是可以吃掉这个子的。对，但是现在大家都不断，就是贴在这儿，把这边的借用给消掉，这样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下法。所以白棋让你就是你要是不怕长的话就怕接嘛，
但现在接起来再把这个头搬起来，搬这个。那如果白棋跟着搬，我这又是一个定式的继续的标，反正这种下法也是定式吧，但是作为黑棋来讲呢，黑棋赢反正不怕吧，应该说是，所以现在这个力是比较流行的。然后白棋现在没有选择，立刻接或者是长，先把下面把这个大场拆掉。对，这边保留变化，反正黑棋既然已经立了，肯定不会再花一手棋再去走，是不是觉得步调太慢了？对，其实再走一手呢，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手棋。这个不过这样的话呢，就是黑棋比白棋要多三手棋，就比一个无忧角呢，比黑棋再多加了一手棋，的确速度是慢一点，但是其实这个空呢，因为这样的话白棋接应就很少很少，所以也是很大的一手棋吧。有心情走吗？我总是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比较重视于后世的人，还是有人会走这个班吧，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棋。但是的确现在的围棋是速度，讲究速度，所以现在这边比较大嘛，所以现在的大飞手脚，然后这张还下得很积极，这因为是飞嘛，不是尖，他这是飞，就立刻就打入进来，这个感觉很严厉的一手棋。一般黑棋往这走完以后，白棋感觉往这下稍稍有点过分的感觉。对，我的第一感是在这条边上行棋，因为它最宽，它是目前啊这个整个棋盘最宽的一条边。当然在上面也是个大场，但是上面要是走的话呢，因为那个地方黑棋走的比较厚吧，就是说白棋没什么下斗，等于其实作为白棋来讲是想把这个模样走大的啊，走这个，就是把这棋分开分散的话呢，它这个下法呢就显得太散了，等于是，所以它这比较积极的就是，你要是愿意把这个黑白棋撞厚的话，它有可能随时再成这个大模样。这步棋很严厉，我觉得。其实对于上边呢，我有一个想法啊，我想我能不能挂一个，它如果跳一下的话呢，我就长了再拆。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如果这样下，是不是上边就很容易就被我，有可能这个其实这种下法肯定也不是不可以吧，这样其实黑棋下一步棋也很难走，比如说往这地方尖冲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又是另外一个局面吧，这个应该这种下法应该有，当然这个挂能不能挂不着也是另外也得想一想，这个应该有，但是他实战下的很积极，就直接逼进来。对，就觉得好像啊，这个大家的这个架势还没摆好，然后他就开始打入了。不过这个形状的确，以后等于要是不走的话，这个棋被下成这个形状的话，然后再一立下来，这个黑棋很难受，这边往这儿活肯定是不大可能。然后这个逼显得很严厉，所以黑棋必须要现在选一些手段，但是又不愿意把这边白棋走后，他这个要是走后的话呢，白棋有可能拆，或者是扩张这边，扩张这边就是往这边扩。对，我觉得这个子啊，它也有可能是虚晃一枪，看看白棋。就这个有点下不出手吧，对对对，这个尖顶这个，所以黑棋现在实战就打入这个，把这棋走得复杂一些。然后实战他就拆这个，不知道这种感觉，我倒是觉得黑棋也应该能接受吧，因为这已经有一个子了嘛，所以就拆过来黑棋。也没有什么害怕的地方，等于是。对，我觉得黑棋都先等在那儿了。让尖顶一个，这地方下的也很妙啊！白棋先长一个，其实这个长，实战这黑棋一飞，它局部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棋，能够，继续往下走。但是这个地方肯定觉得被唬住的话太厚了，它先把这个味道给你走坏。对，我觉得有了一个这个交换吧，让黑棋就算是再走一手，像这地方靠一个什么的，就黑棋不知道往哪里下。对啊，我觉得白棋会有很多借用。其实说白棋接下来没有什么好的手段，但是反过来说，是不是让黑棋也难受？对啊，而且在实战走这，让你各个这边有尖端，这边有点什么的，然后这边有靠什么的，让你这个吃的很难受，等于是。这可能是。这个下法虽然我是没有想到，但是从它的结果来看呢，我觉得白棋选择的还是很妙吧，等于是。对，我觉得在这边哦，在黑棋的势力范围内能有一个拆二加小飞，确实是一个很满意的形状了，已经。然后实战他这个还是得把这个两个子小尖一个，其实即便是小尖之后，白棋仍然会有一些借用，它拆回来。对，然后尖冲一个，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要是被白棋继续走下去的话、越走越大，就越不好打进去了。所以现在兼充一个那边可以算是一个活已经很厚很厚的一个角吧、所以这地方白棋再多加几个它也无所谓，兼充是一个很好的点。白棋爬，首先这样呢，黑棋是已经把这个白棋的模样就是对限制住了。对，这是他反正当然就是说就算限制住白棋，这只要能成空了还是有很大的空啊。但他毕竟比这个这么一个方形的限住了以后呢，这样就显得模样就规模就没那么大了，没那么大了。但是黑棋感觉会变成一个细棋。黑棋倒是也花了一些手术，然后让他挂角，对，然后跳这个，这个挂角也是下一个三三很严的，黑棋得硬一个。这个其实钉一个也有，但是跳一个可能是对于木数来讲会好一点，但是这边呢它也会薄一点，我可能会有点啊这类棋。就这个，所以下的现在就下的变成一个漫长的棋了，双方都现在的空都不是很多。然后他实战是加一个，翻这个，翻这个，不过这边的目数要差一点。他其实不是目数的问题，他这个等于是走完这个以后呢，他是不是强调拐下来？对，强调拐下来，这个时候对这四个子的攻击力强一些。然后假如是搬的话呢，白棋就有选择了，白棋有可能现在就不会跳过来，有可能。对，这边他也可以做眼。他这个是这个意思，但是从这个他这个实战走这个的话，白棋肯定就要这边度过了。但从定式的角度来讲呢，这不是本来是不是定式可以这样交换的吗？他现在这个子没走，走在这儿的话肯定是显得白棋效率高一些。对，所以从布局的角度来讲呢，这样是走这个然后白棋能跳过来的话呢，我觉得呀还是效率来讲的话可能还是白棋好稍好一点。那黑棋大概也不会走这边吧，走这边白棋这边能爬过来吗？有可能呀，拐过的话他是有可能就这样爬过来。这个是不是只有断，这不断的话也没什么棋下。那我就长一个还是搬一下呢？不管长和搬黑棋都会打吃这个。这个征子怎么样？我就不跑了，这两个子我就弃了，不要了。弃了就这样弃了是吧？这也可以，反正就是说，但是要能下成这样的话，黑棋可能还是会这么选择。不过这个征子是不是黑棋现在有利，但是白棋的这两个子会有很多借用。这个拐的价值呢和这边其实就是他判断的可能应该差不太多，但是从道理来讲呢，白棋没有长着这一下的话呢，显得是白棋稍微速度上快一些。然后但是黑棋是为了逼在这儿，这样是又他为了这样的话，他等于拆二的时候不是显得窄一些吗？他走在这儿的话，这里会显得大一些吗？对，这边厚了，所以他就可以直拆到头。对，黑棋肯定也是他也有他的这个道理吧，这个这么下。然后他是先大飞啊。对，通常这个形状好像都是小飞的居多，这大飞就让我觉得这边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毛病。他不怕这个嘛，因为现在你自己也很薄，所以他不怕你这个这边来断，他这样的话他就这样搬出来跟你作战的话，这个感觉黑棋稍稍有点无理。然后怎么说呢，这种棋呢就是对这上面还是有接应的，因为毕竟不管怎么说这边要是黑变成黑子的话，对上面的压力还是有一些的，所以他这个地方反正感觉上是不亏吧，和这个跳交换，因为黑棋这个他必须得做眼啊，这个地方。对，但是他步子迈得这么大，就算我现在先不出击，我先补一个，那一会儿我下一会儿的确这个靠有，但是这个靠，你比如说他这边有子了以后，假如有子了以后，你再靠他，就算脱线，你这也不见得能走上什么空，或者他现在就不跟你作战，他就这边长一个呀，让你这边出来就一直跟着长，这边黑棋走了多少个子，也没有得到什么实际上的。你再查他就查，你就没有得到空嘛，然后白棋中间厚了以后这边也自然就小了，所以往这里搁一个呢，感觉上还是作为白棋来讲心情还是不坏吧，只是多一个字总是没有什么坏处。那如果和小飞比呢，我和小飞比的话我不就没有破绽了？小飞比你就不跳了吗？不知道啊。可能跳也有可能跳，但也会不会他就可能走往这边走也有可能，
因为你跳的话它以后还可以这样压过来嘛，是这种形状。往这跳的意义我不知道大不大，就比如说往这边走一个呢，这两个交换，我觉得这边没有毛病不是总好的。他走到这儿给人留一个靠，走在这儿我虽然慢了一步吧，但我也没毛病，很厚啊。对，这个也可以这么讲，但是往这边近一点对这边的经营会好一点，他总是觉得。而且这个的话下一步棋其实这个，当然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坏棋吧，但是白棋也不知道往哪儿走，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假如黑棋是往这跳的话，我觉得这两个交换应该白棋也不会亏，等于是就是说他的想法是总是对上面只要有接应，然后把这个模样也稍微牵制一点，就是他总是走在便宜的这样。当然这样像你所说的不留破绽这种下法肯定也不是坏棋，但是他这个地方这两个点可能是都有吧。我这样说，我要是我学会这招的，我觉得这招也挺好的。这样，莫非这个就是崔哲翰凶狠的地方？有可能。这我觉得从感觉上来讲的话，飞一个因为白棋没什么价值的地方，这是可能谁都会下，但是像这种棋的话呢，可能就是以后对以后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是啊，反正他步子呢现在看着是迈的大了，但是一会儿看看黑棋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出击他，如果可以的话证明他可能还是有破绽，如果没有好办法那就要学习学习为什么他这个就可以大一步，因为没有毛病。这个怎么说呢，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毕竟速度慢了，比如说这种下法假如现在他不走，就算你阵营的这样的，那就假设他立刻就走，比如说你就在这尖，他就这么就算这么飞的话，就让你这样出来，他其实这种下法也不是没有，等于是反正双方的就是看子在这个棋盘上放的时候谁的价值高嘛。黑棋假如这个对白棋没有什么攻击性，而是白棋在攻着黑棋的话，他这所下的都对着上面有好处，而且把你的空也在缩小的情况下，就像这种攻法其实我觉得其实白棋也可以接受，就算那个当然这棋不见得往这里尖了，但是既然你不敢尖的话，你要是还要往这边出头的话，怎么说呢，他子都还是速度又快，然后他一手棋走的时候效果也好，等于是所以对啊，如果是速度又快又可以人家抓不着你的毛病，当然是最好的效率，但是就是怕呢一会儿你是怕这个，总是怕这个靠是吧，我总是怕啊这个地方，这地方假如是这样的话肯定所有的人都是飞的。对这个对，因为就是说这块棋它已经厚了，你断完了以后你除了这个攻击这一个子的目标以外你没有什么第二个选择的话，这个就显得不是那么严厉，而且这中间不是就比如说像比如说黑棋这边已经是下成这种分段的形式，那这个靠肯定会显得非常严厉，但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该白，而且现在该白棋走的话，这其实我觉得这个倒是不用担心那么现在对先不用担心，那咱们啊就把这个地方可以暂且先留一个悬念在这儿，看看后来到底是白棋这个毛病当看不见，还是黑棋真的会在这个地方能搞出一些东西，然后黑棋飞出来，所以他这个下法的确是有可能的。对啊，他应该就是在瞄着这个。如果白棋同样再花一手棋补回去的话，效率就低了。对，他肯定是会从别的地方这样走过来，肯定不会往这里补。对，让他直接叫你下的非常的，这个是一个是又在捞空，一个是又在做眼。对，这个脚上呢就可以确保有一只后手眼。啊，走到这儿的时候，他再把这个棋跳出来。感觉这个调子呢白棋应该算是不错吧，当然形势还早，但是感觉上白棋下得很灵活，显示了这个时供方面反正现在白棋肯定是不差的，对不对？现在然后黑棋是向哪了，这一块我怎么觉得他拆二加小飞像这种碰会不会有一些，现在呀，现在碰感觉没有什么，因为这个白棋借用还是有一定的借用，有肯定有先手的，等于比如说这边靠断完了以后，这肯定是有一定的先手，而且这块棋也不是完全的，就是说，你比如说把这白棋撞后了一弯，这块黑棋其实也有点负担的，所以怎么说呢？现在去攻击这两个子肯定时机还早，就是啊，因为自己可能还没有特别好。对，那我如果在这边现在他就下了这手棋，我有了一手，是不是这边的毛病就有了呢？像这种我靠了断，这样靠了断，
有应该算是有吧，但是不知道，就比如说他就算把这个子吃掉，那我就把这个打下来，这样你是否还要跳一个呢，还是就脱线了呢？可能跟着走吧，因为一会儿我想煎一个让这个白棋去做眼。这个应该算是有吧，可以算是有，但是价值其实也没有多少空，而且跳完了以后该白棋肯定是多一手棋，白棋可能会比如说现在他不会往这里随便补一个，但是他可以在外面走一手，显得你这个价值变得小。这个的确有一点味道，但是作为白棋来讲肯定这个空间，除非黑棋变成后势以外，现在应该还算不怕的一个那个局面吧。它是一点煎一个，煎这个，这手棋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不太懂呢？如果我就挡住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对啊，什么意思？最普通的话，那他就是虎过来了，这个棋等于是。那我就尝。他就再压吧，只能说是。再尝。他在正经补这个吗？再要不然再压一个吧。这个要不要再压不知道，就比如说这边靠断这一类的。他的子多了以后，这个地方争子有利的话，按理来讲这个地方战斗肯定是局部是白棋有利的。对，白棋的子力还很多，肯定这个就不怕了。他这个黑棋得想怕他怎么逃过来，而且这有一个子，你看他很难这两边连在一起。当然这地方棋肯定是有一点，但是这三个子肯定不会马上死，所以他这样多几个子，他肯定是想把这个黑棋靠断的话，可能显得这棋白棋黑棋飞的这手棋呢，就是走得有点薄，所以他给他一种压力，就是。啊，原来白棋是想先下手为强，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始终啊，对于白棋来讲还是有所担心，所以他想，如果是能先下手的话，可能自己的毛病就显不出来了。对。然后实战黑棋这步棋也是很难受，虽然不想走，你刚才所说的这些味道都被这一顶就给全部都卖掉了。对啊，本来那么想靠断呢，靠断，但是价值到底大不大，虽然现在很难讲，但是肯定是有味道的地方，这个一手棋很亏啊，就说明这个尖可能还是个好棋，让黑棋他现在又不敢顶啊，要一顶这边一靠下来，这地方就没法收拾了。对，一般再一粘这棋基本上就要出事儿了，就结束了，这样的话。所以他为了先把这个靠，他得先把这个顶卖掉，然后才能场子才能在这儿。当然这的确空很亏啊，所以说这个调子来讲呢，白棋还是可能应该算是不错，然后这个先飞下去，黑棋只能拖过。这个地方就不能冲断了是吧？冲断没有冲断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是可以吃的，但是这样吃完要背这一粒是先手，光这个就心情非常的难受，而且你不管怎么吃，以后他就这样走，这一拐这地方还没有完全有眼，所以他这个是可以冲断的，但是冲断完了以后，这白棋首先吃了也不便宜，所以他还是先靠在这儿先忍了一下，就是让白棋失控，在这个局部上便宜的很多。没有脚上那个力啊，现在没那个力。对对。那白棋如果没这个力的话，其实局部也没有完全的活干净啊。然后他这个地方先，这个其实走不走以后都可以走的，先这点交换一下，寻求一些借用嘛。这种这地方最起码下一件这种小尖都是先手。然后他实际上还是对刚才你所说，他被黑棋先走呢，这白棋最后肯定局部还是要往这立的。所以他这先动手先吧。那你看这样他子来了都还是靠断，说明这个崔哲翰真的下得很狠呢。这刚才不是白棋有了子以后可以靠断吗？现在没子的时候，他黑棋明明在这已经损完了，他还是要靠断这个。对，所以他这个下法下得很，真的是很狠。虽然崔哲翰自己本人非常不喜欢毒蛇这个绰号，但是你看他这个棋，所以中国棋手送给他这个绰号真的是名副其实。对，这么黑。黑我不敢说，但是应该说真的是很锐利吧，就是说这棋下的非常的，真的是就像每步棋都带着刺似的，都在扎你，这个让你本来想攻他，他先来攻你，等于是。对啊，就是一直啊，其实这个时候总是觉得应该是黑棋处于主动的这个。对啊，这棋你想都把这些都卖掉了，这头位都挺在前面了，
你得老老实实补的时候，他还要跟你靠段，这的确，你都要是稍微下不好的话，就下的有可能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白棋可能会被动吧，就是。对啊，因为我觉得啊，现在等于说是黑棋处于一个我什么都不要了一个状态，我这个地方也被你便宜了，然后好像我到处都是在被白棋便宜，我什么都不要了，你竟然还要是成为原告，那怎么可能？对，按理来说应该是比较物理，但是我其实觉得，我现在话说回来，我还是很欣赏这部棋的。你看他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效果的确不一样。现在如果作战起来的话，肯定往前往前往这边的，对这边的效果会好很多。嗯。看看他怎么把无理变成有理，也没准这个本身就不是无理啊，这等于正好冲断的时候，你看、可以争掉嘛？对，这要再如果在这的话，这个棋形就一塌糊涂。正好现在可以跳到这儿，然后飞在这儿，这也是一个球的一个形状吧？其实从局部的形状，它是可以往这儿跳的，但是他对这边呢，可能他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这个冲断是没有的嘛？的我争子就给他争死了，所以他觉得留一个这个，他觉得没有必要。嗯，当然这个也是一种下法，因为这本身压一个线，这可能不见得会怕，但是就算被白棋硬了，他也不见得便宜。他可能觉得自己跳这个是先手，所以他就走往这形状故意走在这里，然后白棋压这个就把这定型了，他就把这一跳。按理来说，这个能够先手扳着的话。黑棋还是很舒服的，这个扳本来实力就很大，因为这其实另一个是先手，局部来讲的话，这一挖一断就把这个吃了，其实就是所以他，但是这个手顺走不着啊，他圆的时候就被扳着，这个从这个局部来讲，这地方能扳着这一下，黑棋还是很舒服的。是，但是黑棋好像还没有马上就扳哦。哦，没扳是吧？啊，他现在对，但他交换了几个，应该也都是先手，让白棋脱不了手。其实跳一个的话就是一个最稳健的下法，黑棋肯定这个飞呢是还是刚才你说那个靠，他是想对这白棋走的有一点压力，但是这个现在又反击了，这真的是最厉害的，真的是强项啊，这地方我小时候学的这个格言逢飞必跨，真的崔哲翰只要是见着飞的这个形状都要给他跨断。不过这个地方的确是跨断是不会亏的，因为这个形状本身首先他这地方退一个就很难受，这冲完之后这地方就已经等于皆是先手了，对，他的形状变得很厚，然后他再借用第二个借用的可以从往这儿靠一个，这地方下的非常的灵活，就白棋下的应该说很值得学习很欣赏，虽然刚才我说搬一个一会儿是黑棋的先手，这地方局部黑棋很舒服，但是呢白棋虽然亏这么一点空，但中间的主动权全部都白棋拿过来了，所以因为黑棋你看他实战这样吃完了以后他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大的目数，为什么黑棋就要这么老实呢？我总是觉得既然对方这么不讲理，那我也得给他点颜色，我要给他点颜色还击一下，第一杆是扳一个，因为虽然他这边沾眼先手，我这靠有没有呢，对吧？但是这个的确是可以想，但是被个一断了以后这个棋形不好收拾啊，主要是可能也只有吃这个吧，这个没什么好棋下，还是吃、那他有可能从这里吃出来吗？吃出来的可能性也有，再比如说再接着靠也有可能、那就不是见飞就可以靠吗？这单打吃了断也是一种下法，这靠断其实感觉上也是很严厉啊，因为黑棋既然这么走肯定是就是要这么下的感觉上，然后像这样感觉还是黑棋凶多吉少，对、这个、黑棋勉强我肯定要粘上，因为我也想靠出来，靠出来这棋等于尖一个什么都是先手的话，好像黑棋作战挺危险，挺危险的，而且白棋他这个地方就算补一手的话等于怎么说呢，白棋现在他没有生命危险了，他比如说就算他补一个，这棋接着还是黑棋不是很好收拾啊，这地方，因为他其实走在都是，当然这棋其实不见得需要，或者他比如说走在这一列的就可以护住的话，他空也可能会便宜嘛，在这样的话，所以看着对方的这个过分棋还反击不了，这个所以就不见得是过分，有可能本身就是好棋，这个本来就是他下的全部都在形状上，这断完了以后他自己厚了以后，这靠本身就是一个形状吧，黑棋。
只能这样吃的话，他顺手就这样煎出来，一是把自己也走后了，二是把黑棋也分断了，所以显得明显现在局面呢是白棋比较生动的这个。对啊，而且我总觉得黑棋啊一再的忍让，竟然换来的呢还是白棋继续压制自己，这棋我觉得黑棋下的有点郁闷。嗯，稍稍有点郁闷，但是他这个局部还是便宜了，他现在应该搬了吧。啊，对啊，这个地方还是很舒服的，已经吃了这么多亏，总得让人得点吧。搬一个，我这首先他飞的时候就想好，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飞会不会是跳一个，可能会就是更稳健一点，因为他这个就是刚才他这飞一个被靠断走完了以后，所以才体现了这个靠。他要是跳一个的话呢，虽然比较松吧，但是白棋没有什么别的借用，以后搬还是一样，但是他跳的话，他可能是不是怕别人立刻就立下来，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哦，怕落后手。对，他跳的时候白棋就把这个逆收，因为下一个挖就可以吃着很大。这个怕他怕搬不着这个，所以他这个地方先忍一忍，然后把这个搬掉。然后现在时控可能是白棋稍好一点，但是呢相差的也不多，因为这个地方也得利了，现在该黑棋下。假如黑棋普通的话呢，可能就走中间可能是最普通的。因为毕竟还是有一点瞄着这边的味道，不过可能他觉得实力现在不是很乐观，所以他现在就打进来，就是比较破白棋的控。好，跟他拼了。那现在实控是如果白棋全都围上的话，黑棋肯定应该是不够，是可能他觉得不够，所以他现在就是打进去跟在这里面搅啊。这里面出棋的时候真的是小朋友下得非常的好，但是稍稍一步棋看不清，有可能马上这些控全部都被撅光。其实这个地方啊，如果是黑棋很厚的话，这个地方是肯定是有棋的，但是就是说白棋要是走成一个铁壁，然后在白棋走的话，这块黑棋的确也很难处理。这边靠完了，就白棋就直接搬下去，这地方黑棋也不好跟那块连上嘛，所以对啊，就是黑棋有一块不活的棋，所以这边呢还不能肆意的、就是、把这白棋走的也太厚，就是你走的就是留着一点空间，这样比如说飞完了搬了虎什么就活了的话，可能这还有空间的话，那就这样走过来的时候还有接应的话，可能这块棋还不至于死。但是要走成一皮的话，这再被一跳的话，这棋的确很危险。他是点这个想转身，那转身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要是打这个的话，他就这样接上、啊、如果粘上他就能贴出来，算就把这个子只要能吃掉的话呢，他这边就算亏一点，这边的黑棋也可以满意。不过即便是这样，其实中间也还是有风险。对，白棋就算刚才这样就是搬了场，其实还是可以攻击的。但实战白棋没有给他转身的机会，白棋拐上边接上，然后这就是开始，就是你要是比如说现在补一个的话呢，这局部来讲的话有可能拖一个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然后搬了力那边应该能活，对，这样眼位啊应该就够了。但是实战他就是这边就终于出手了，他先把这个趁着你想渡过着的时候，他现在走的话你必须得硬嘛，这个地方、他把这边的接用现在对啊全部都用上了，死而不僵的子终于开始利用了。这个地方他先煎了一个，这个地方也很妙啊，以后这煎就煎不着了，先煎完了以后再然后现在收气。对，因为这收完气以后，比如说他收完、收成这样的气，这煎就是后手了嘛，他现在先煎着一下，等于是你总是要收气的话，他这个地方是便宜的。对，就这样下得很细腻，然后做成这样，然后把这个要开始收气了，然后去断一下。把这个子先走重一点，然后再把这个粘上，然后他挡一个。是的，其实这样看啊，黑棋的控其实也是有限的，这样看的话，然后再把这个退回来。哎，这个感觉上这地方还是黑棋比较苦吧，这个想法。黑棋如果专心活应该能活吧，我在这边专心活。好像也得搬了力，搬扩大眼位嘛，做活一般来讲都要先考虑扩大眼位，因为这个打吃是绝仙嘛，这个你要是不理的话可能能活，这个但是被拔了以后，这一方也没打着的话，这总是得提吧。对，这个要是硬头，那我这一块中间这一块恐怕没有，就是说这个假如是绝仙的话，他实战不是也是搬了力吗？对，实战就等于这儿没有先手的话，他这个地方就这样直接给一个帮助
然后点一下，这个，如果我粘上，你就挡一个。挡一个，我打吃，你这棋可以拖进来哦。对，把这个先卖掉，以后再靠这个。这个好像是死了吧？这棋。对啊，哎，我这棋之前。这个地方没有这是后手。这期没打都说不定，但没打的话这有个尖的话可能会好很多，就是说这地方假如是一个黑棋的硬腿，对吧，没有先手的话，他这只要能尖到一下，对，我尖到一下飞到一下都行，只要走到一下就行了。对，这样的话飞一个飞一个你可以尖，飞一个，不过倒也是立一个先手，但是也没关系，但是反正只要能尖掉的话他这个是可以活的，但是他现在这个打吃是绝先的话，这棋还不好活。对啊，这被一点挺痛苦的，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冲这个是不是也是读秒了，现在他实战冲这个，他要是加的话就应该直接加吧，就现在就可以转身他实战等于是先冲了一下，对，这边又多损了一个，然后觉得这边呢还是没有冲破口，要他觉得街上能跟这边有杀气的话，他可能还是可能他可能有可能先开始是想这么去下的嘛，想可能是这样，对，然后挡，走成刚才那个图以后，刚才然后你拖的时候，然后我走一下，然后反正把这个就是吃完之后我搬，假装能下成这样的话，长一个，对，这边应该得走吧，但感觉上这个还是黑的不大行啊，这个形状感觉不大行，危险系数比较高，对不？这肯定感觉还是要死，所以这个他还是卖不了命的话，他这个拐可能不应该走，因为这个从实战的结果来看的话，他这个拐一下呢是最后就直接，他总是就是这局部是活不了的，还是要靠脚上，就是靠脚上的意思就是说，你假如接上的话，他就度过，以后呢你挡不着这一下，等到实战就断了这个，白棋就转身了嘛。这一吃的话就倒脱靴了，所以他吃白黑棋也只有吃这个。这样的话就显得这个冲一下就损得比较厉害，这两个字。然后现在在做活。然后那总体上来讲，那应该白棋便宜了。这个所得觉得有点小。因为这块棋假如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的话，光从空的角度来讲的话，黑棋肯定这个也是捞一个很大的角，还说得过去啊。但是在这不同时呢，这挡也是一样，这个地方成的空本身白棋就不小，而且现在接着可以攻击这块棋的话呢，显得这个还是有点苦，这个对啊，现在白棋这么铜墙铁壁，我实在是为这几个小孤子儿担心，是不是第一杆点过来，对，点过来或者跳一个都可以，他实际上飞一个这倒是挺稳健的啊，突然看见可能他觉得形势非常的不错，就没有下比较狠的棋，对啊，感觉这边是黑棋要做眼的地儿，不过飞一个反正就是说你往这边跑其实也没有什么戏，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可能我觉得这儿可能会更严厉一点吧，就这儿他反而比如说冲了拐了顶一个什么，这也没会就这样去做眼，现在黑棋只要能活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结果了，现在就是说因为这个显得这个白棋刚才我所说的这已经是完全成一个铁壁了嘛，这样对，现在黑棋确实要求也不能太高，活了就不错了，冲一个挡住，然后靠这个，现在这个是没法搬一段的话，其实这肯定白棋现在我觉得优势意识是很大，它就虎在这儿，现在黑棋的这个靠完全不是冲击对方啊，对，要攻就已经为了自己做活了，在只要能活就不错，对，就连为了连上还早呢，这地方知道，然后继续白眼，然后小尖那个联络了上吗，现在白棋先没有断，对，白棋也没必要非得穿象牙，这种先压一个，白棋只要是你走单关我把这些空全部捞掉的话，肯定像这些在虽然怎么说呢价值并不是什么十目二十目，但是也走在木上，都有木上，而且对黑棋的景气啊什么它都走在怎么说呢形状的很好的地方，但黑棋你说就这样走的话实在是也太没面子了，这是走得很痛苦，这五子棋了，那现在全局目数怎么样呢，到底黑棋一局啊都感觉黑棋目数不太够，一直在拼命，那究竟现在差多少，还是目数也还可以呢，先看一下黑棋的，现在主要是怎么说呢，这个后薄现在肯定黑棋不能脱先，
假如现在该棋黑棋可以走在空上的话，目数也差不是很多。你看黑棋最起码三个大角，50多目应该。那这儿可能算不了空了吧？因为这假如那个有宝的话，嗯，五十多目应该50出头吧。50多，那白棋呢？白棋这块挺大的。白棋肯定50目还是有的，而且白棋厚啊，它这个以后，比如说这一长的话，这成了15目肯定都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肯定现在形势来讲，黑棋贴目还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式。哦，是贴目困难。他之前得补啊，他要是不补的话就好了的。哎，他现在没补吗？然后他先挡一下。对，左眼。然后黑棋再走一手就补了。嗯。啊，吃一个。啊，吃一个也是。间接的，对，这地方其实刚才我说被长一个，这在成点空的话，这棋现在可能已经就不行了。其实白棋我觉得攻的可以更积极一点，不像黑棋现在就等于他这手等于白棋现在是花了一手嘛，等于现在。但是黑棋都走单关，白棋这手棋也 有价值，但是白棋走的就是比较稳健，他并没有说像刚出开始那么，他肯定现在已经有这个优势的意识，对。现在像这种断这个也是有目的棋。黑棋冲这个，现在做眼，冲了点一个，感觉上是很苦啊，然后再贴在这儿，活应该还是可以活的。然后白棋就没有，对，就贴这个，然后这儿糊一个，你很难受啊，这下的啊，然后又是黑棋走，好像总是单关和白棋有目的地方交换。可能现在这个棋下的白棋下的非常顺手，这个棋现在下的，挤在这儿，这是假眼，所以现在黑棋必须在这儿成两个眼，然后走这个搬一个，然后跟着。其实你说要是走狠一点的话。你干嘛非得要断进来吗？断进来我吃这个我总能活吧，但是确实又是割肉啊。对，就是说不，我吃这个可以了，你吃这个我提掉，我坐眼不对，这还可以挤进来。对，就是说白棋其实可以保留，就是对黑棋的攻击的。那他现在只要是走成这个形状，他已经很满意的，就是说这棋当打一个也很麻呀，就是你要是提的被一挡，这个价值就变大，但接上一个以后存储的就是亏一目，你要爬的时候。就是你本来爬着的话，以后打的时候你是可以提在这儿的，现在他打的话，这很难受啊，这个现在。那我觉得还是提吧，你拐的时候我就搬粘好了。搬粘完了以后，这脚上有问题，主要是，一个靠完以后还留一个铺，对，就是说，等于这个形状。对对对，这个可不能轻而易，就是。因为白棋厚嘛。随手一搬粘，对。以后背靠一铺，一留一个。还有。倒是两手劫，但是这么厚的话，就是也是差一手棋吧，可以算是。嗯，对对对。所以就这个价值会变大。总是毛病嘛。这个打的时候，黑棋也只有忍。粘上。对于黑棋来讲呢，但是已经是把最难的局面也算蹭过去了，因为从局部来讲，它毕竟这活角的价值还是很大。这块棋只要能活出来的话，这棋肯定还能接着下。然后因为它是抢了一手这个打吃嘛。但是从白棋来讲，白棋就是说，不用跟你去拼命的杀你，他只要走在稍微占点便宜，把这个角的这个失去的这赚回来的话呢，这白棋就觉得形势肯定黑棋是贴不出目的，就其实他肯定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其实对于黑棋来讲，真的最难的局面，我觉得没有凑过去，最难的、更难的局面在等着他，现在已经。不，这个能活，是贴不出来目。现在他怎么办？怎么才能赢呢？对，反正就是因为这个棋，假如能攻得再狠一点的话，他这个能活成这样的话，我觉得已经能有四目棋。虽然被断了以后只有三目棋吧，能有四目棋这样能活出来，我觉得已经不错了。这这么活出来，应该对局部来讲已经谢天谢地，但全局来讲啊，仍然是一个比较艰难的局面。然后就把这个跑出来，现在白棋这攻肯定还是放心收官了。然后黑棋现在这样，就是不放点什么招的话，肯定贴目是肯定贴不出来的。可是白棋全局好像都连上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放招呢？就这个地方，这个，这都顶过一个还有棋吗？我搬到上边呢，看看会不会中刀。搬在上面，就这样吧，尖一个。挡住，
哦，这样打了，他要从这样打出来。对，这个长的话，这个肯定有点无聊。从下面的话，那个太亏了，所以你可能只有尖的时候立这一类的立，但是这个地方其实控制已经差很多。就被冲了这一段一下，哎，这里边不会还有可能？没有，这个假如算先手的，的确这地方眼位其实也不是很好。嗯，就是说这个假如算是先手的话。这个怎么说呢，有各种下法，比如说就搬一个，那他肯定要吃啊，为了保住眼位。这下你打不着嘛，然后这样再这样打过来拼命啊。嗯，这样对白棋来说是一个负担，你这以后活的都要往这儿活的话，这地方就痛苦了。这边铺一个牵手的话，对，所以这个地方对白棋来讲，现在白棋肯定是不想惹事情的。对啊，现在黑棋来讲呢，肯定是光脚的嘛，白棋是有鞋的。对，在这个地方忍一忍，这个地方的确黑棋稍微便宜了一些，就等于是黑棋在这个地方尖一个，把白棋的这个打吃形状都走得非常扁，然后再继续顶一个，这样下的很就是怎么说呢，追击黑棋在拼命的追击嘛，等于是这个，然后再继续威胁你的眼位。嗯，打吃七死八活。这里边是活倒是活的，但是等于它全变成先手的话，让你也难，先难受，先年难受几下。打吃，那白棋拐一个，拐掉，好长出来，这是他的先手权利。但是呢，黑棋就是在这儿不真的，你看要是能走得好的话，可以将近能够成那么七八步吧，这个形状。哎，那这不是就有一个天幕了吗？对，就说这个局面就有可能会拉近，是有可能的。然后就先圆一个，让你难受，下得很细腻啊，就顺便把这个你吃掉的这个先手都先走掉。嗯，哦，其实黑棋啊，在攻击白棋这一块的过程中，也是付出了一点代价嘛，本来。因为本身白棋要走在这儿的话呢，就可以吃在这儿了，等于是，就是说这目数的确这个能走着呢，也是能便宜那么两三目吧，等于是，肯定是不亏的，等于白棋能走到这个，对，然后黑棋走这个，白棋先把这个能走的都先走掉，以后协助。从这个局部来讲呢，黑棋从这个靠开始呢，肯定是在得利的，对，黑棋有收获，但白棋也有点收获。他毕竟不过把这个黑白棋的这个空已经是最小程度给你减的最小了，对，都已经就全是一路了，都一路空。就算这样，但是不知道这样形势现在有没有接近。然后他感觉上就是你所说的，对，他也走到东西了嘛，对不对？便宜两三目在这种局部上来讲是很重要的吧，所以现在黑棋可能还得继续拼命，再拼搏，再飞这个。现在还在没威胁你这块棋，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已经是联络的了？赶紧走的话联络，因为我粘上是先手啊。你说你不走是不是？我不走啊。不走的话你穿这个跳，跳我这个也先手了。连上的连上了，倒也是，对啊。但是反正你要是不走呢，这什么搬一类的总是给你留一些。可以搬的话你断了可以啊，那你要走这边的话呢，不是收了很多木吗？这个的话本来不是可以从这边吃过来的。对，现在不行了，如果被分断的话，这个所以在这个棋呢，而且又看着这边的这个搂打，在这个搂打能够假如能把你打回去的情况下呢，这个棋本身要是该白棋走的话，那你这空不但减小了，而且这的空也会变多吗？那我大概会补这个吧。他没有走。其实我觉得我这个长是先手啊，长一个黑棋肯定要挤住，我就把这个补回来怎么样？既然说这个，我就把这补回来，要不然我就长一下再不走，也比被黑棋搬到这好。啊，你说这个地方先走一个是吧？对。要，哦，长一个，然后你走哪呢？我不走了，长一个你不得挤吗？然后我就去抢官子，这个也挺大的，这个吧。那其实怎么了？没有，我就觉得这个吃一个这样下很糟糕吗？我不知道。煎一个大不大？这个地方感觉这个地方完全是黑棋空，也挺大的。这个，
我感觉这样的话，可能是不是白棋也要赢？感觉就这么下的话，刚才我稍微点了一下，觉得可能控还是、白棋会好一点，但是长一个还是没什么必要吧？等于这吃完了，因为我不走的话，刚才黑棋不是说可以搬到这儿？就算打完了，有差几目棋呢？便宜点是吗？那个便宜我觉得很有限。搬反正走，那你就走这个嘛，然后几个粘上，一会儿他刺一个还是先手？反正白棋就没目了。那实战是看他实战怎么说。把这个拐，这地方还是不想被人家可能哦搂打掉。对，他不想被打啊，打吃粘上再跳啊。现在我是不是还可以冲过来？对对，这一冲是白棋就连上了，就等于黑棋现在黑棋还得抢这个。哦，点到这儿。哦，这边官子不是爬着说的，是走到这儿的。其实差不太多，爬一个也差不多，可能能走成同样的形状。嗯，然后再爬回来。就是说，这个你不走的话，有可能被他逆收的可能性稍稍有一点。嗯、但是，其实就这个地方定型本身爬，你挡的话，这地方同样还是有夹、还是有夹、对，这边。所以差不太多，这地方就是本身，所以他打一个是很妙的棋啊。你要是提的话，他马上就挡你，所以那地方被刮的一幕还是心情很痛的。哦，很是时机啊，正好让黑棋很纠结，到底是粘上还是提呢、这些其实现在差不多，其实就下完了，然后就等于收小关子了。对，白棋跳这个，然后吃。感觉是不是白棋只要把上面？对啊，现在我觉得这边都已经变成最大的了。还有哪儿比这边大呢？把那边，哦，那也没有连回去。我就觉得这个尖或者把这个跑出来都挺大。这不知道下哪儿吗？实在为白棋想不出来哪个大了哈。嗯。黑棋下一步抢这个了，那就是说明白棋走了一个后手。哦，白棋走这儿，哎，白棋为什么会走这儿？这个冲了打劫吗？这个地方？哦，哦，肯定是觉得是先手。那一按理来说肯定是先手，这个肯定是先手。但是黑棋现在这个都粘不了，要这么拼命跟这个棋打劫的话，说明这棋非常的不妙，黑棋的控。嗯，等于这一大龙就打劫了。现在这一题本身打应该算是劫先的嘛，他就只有靠着本身劫，而且黑棋肯定不能往里面缩，这一缩这空本身就先小，他这就算抢的那个关子也不行。嗯，就是按照这个道理来讲的话，应该是白棋只要稍稍能便宜一点点就可以了。只要是那个价值比这个小尖差不多就够了。嗯，差不多就够了，而且这劫材很多呀，按理来讲。当然就是黑棋的也是自慢，是黑棋他的劫材也很多，然后白棋冲，哎，白棋都不用打大劫，就是吃两个看看怎么样啊，同意吗？两个不能给。然后白棋提过来，提在这儿，哇，就这么一个一个的打实啊、哦就算你活了，这样反正也不亏嘛。这个这样的话他这等于顺便一边走这。我相当于这样，我觉得这个棋可能就算这棋接白棋不赢，我觉得这棋可能是不是黑棋也不够了。这样对，黑棋都已经这么拼了。嗯，然后他是该白棋找劫是吧？好，这哦，黑棋、对对对对对，黑棋然后铺这个、这个粘跟你说，刚才说的很对啊。下到这个点的话，的确黑棋很痛苦，这个很受折磨。这棋，对、因为一粘的话被一断，这棋其实基本上已经就是白棋又厚又没什么，真的是无忧解。嗯。所以这个他在这儿要撑着，白棋都没有说去吃的，就直接打是这个子，他都没法连上，而是要打这个劫的话。然后他再铺一个，白棋铺一个，黑棋提掉。然后再提14。嗯，这现在只有找这个、对，冲这个的解。不过黑棋快没解了，下成这样的话，他最后要不然只有靠这种损结。17，提劫。
加一个，哎呀，又是一个。白棋这个时候还在使手筋。嗯，本身这棋就不亏嘛，等于是，本身这棋就挺让你在这儿以后搬砖是前手，你走在这儿，他本身这样的话就没有亏。对，以后走完一样，你要想到这儿的话，他的接完了以后，这挖砖的价值就变大。哦，本身这一步棋就比较妙嘛。黑棋忍无可忍了。你刚才把它接上，嗯。对，就对于这手。这个加一个实在是不知道下哪儿了，应在哪儿，好像都有点，不舒服。对，我这现在已经属于这个白棋赢这盘棋已经没什么怎么说呢？对啊，没什么顾虑了。虽然反正是这种还在打劫啊，但是好像是就算让黑棋白白打赢这个劫，胜负应该。然后这地方还得补一个。应该都是白棋啊，这地方还要补一个。这一段了。那边是什么情况？那么接着打劫吗？其实白棋提一个，这先手把这个先接上，就这还接着打劫呗。黑棋只有这么拼吗？但这样的话，可能我觉得再下几步应该就不大行了吧。那其实白棋已经有所得了呀。我把这个已经接回去，其实就是所得。嗯，但是你这样的话被拔掉的话，你空还是这地方总是还是亏一点。所以这棋你没任何收获的话，这棋肯定还是。我觉得可能结果也还是不变。结果可能是不变，但是黑棋也只有这么下了，他没有别的办法了。嗯，我白棋这么冷静就成了一个，那这棋真的是没法下了。这棋，其实这棋。白棋你就算走点损劫，找一个就算这种冲一个什么的，也肯定比这个要好。但他觉得这样的话，就已经这棋就已经赢了的话，已经赢了。那这个这样提过了，黑棋已经是没有能比这个更好。这个也走着呢，这个也走着。这地方虽然这样亏了两目棋吧，让这但是这地方反正粘也是有价值的嘛。这样黑棋就算白棋长一个就输的话，那这棋本身就是真的是。没办法，这下的真的是。不过其实也看出来啊，童玉林这个小将呢，已经拼尽了拼命了，全身的所有的力气啊，在跟崔哲翰一战。但这盘棋的确是崔哲翰发挥的，从中盘开始控制局面的能力真的是很强。我觉得从一开始啊，他这个布局啊，的确这种下法，就让这个怎么说呢，黑棋的这个就限制了黑棋的很多发展。然后黑棋的这种选择呢。是为了逼这个他选择的下法呢，又让白棋使得失控呢又领先了一些，虽然他也走到了两个点，但是这两个点呢的确没有白棋抢的点这些失控大。然后又通过白棋这一连串的攻击以后，这地方也被拷断，这地方也被拷断。对，这个的确是，我觉得真的是应该是夸这个崔哲翰下的好吧。不是说这个小孩被怎么被他掌握了，而是本身人家攻击的就是，因为黑棋也没有办法，要不然的话那就得说到很早的开局，那个因为这尖冲我觉得也是绝对的嘛，这地方不走的话也没有别的棋下，就是从这开始的构思，白棋下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对，我觉得呢，这盘棋通过崔哲翰的几个靠断啊，已经全方面的展现了崔哲翰的力量。然后其实后来白棋在中间攻的可以更狠的时候，他已经在开始缩了，就说这个转换完了以后，其实空倒是没有，他只要便宜一点他就觉得形势够了。后来就更夸张的是连劫最后都让给别人，最后他觉得这肯定也，可虽然我没有点目，可能盘面黑棋能赢就不错吧，因为这块空本身也很大，肯定是贴目是肯定是很难贴出来的。当然在这个大便宜的地方他都已经占尽便宜，所以小地方这个他已经确实不用再跟黑棋争了。现在全局的形势啊，就正如您刚才讲啊，就是盘面黑棋都不一定领先。对，虽然没有好好仔细的去点这个空，但是的确，这是崔哲翰真的是控制了一盘非常好的一盘棋。对，这盘棋的其实进攻的几个点啊，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好好最后结果也是学习，可能是不是下到最后？对，下到最后这盘棋下到最后，然后是白棋中盘获胜。对，其实进行了290手，所以我说呢，这个童雨林这位小将也真的是拼尽了全身的力量。对，真的是，这个是值得学习的地方。但现在西安队怎么样？不是西安，是西安啊，对，是西安曲江队。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主将的胜利。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比赛有没有结束。那我们也都休息一会儿，稍后再回来。好。